年25日迎来41岁生日，特别发文表示今年生日过得相当充实，收到了许多惊喜，像是妈妈的红包与铁板烧大餐，一群人冲来我家约上山与鬼子吃蛋糕，经纪人送的线香，女主角请吃了日料大餐和送自己的定制耳环。其中 Junior 和林轩宇在《天之娇女》中饰演一对恋人，剧中满满的 CP 感，吸引不少粉丝喜爱。这次在文中又特别感谢女主角林轩宇，还放上单独合照，更让观众直呼超级适合的。这张有夫妻脸，太速配了。